在高度保密的情况下，我们成立了侦查小组，由总队直接侦办。从这天起，这件案子被正式命名为325案件。但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合肥市区所有别墅的登记资料上都没有找到杜敏的名字，也没有发现奥迪车主李某与杜敏有任何关系。两条线索都陷入了死路。那么只剩下一个地方，寿县。他也许是最后一个还有可能出现信息的地方。最终，从望园别墅小区物业管理人员的水电费收据单上看到了让我魂牵梦绕的两个字：杜敏。确定了这个地点，整个案件有了具体的方向。我们对杜敏家开始进行全方位的监控。